Hello la.我们两个一人一边开始抓过来，让我这边溜溜个屁有动作。挺好，挺好的嘛，哦，挺好。两个那个都是冰封里面啊，冰封了这个，我们去等一下。这个可能袖子都要打湿哦，这个。我这里压着那么多鸡。压着这里，冻很大。风很大啊，勾出来，我们不勾啊，我们深水挑战。对，除非是石缝啊，除非是石缝。我摸到它这个出口，看它有没有滑上来。没有滑过来，我这里没动。啊，这里没动。没动了。我这个朝这面钻的，我这里纹的，朝外面钻的。我这边。是不是给你两条不一样的哟？啊，可能不是同一条吗？哦，那有可能是两条货啊，叫什么？只能说有可能。如果是两条的话，就一人盘一条。今天，等一下我盘一盘。这条没那么大。哎呦，射出来了吗？我日你妈，三个大半壳。哈哈哈哈哈！又在那个盘壳下面，就在那个半壳下面啊。对，我们这个真是不稳。放水放水，必须放水，大哥，人家这个才安的水，你喊我们放水，爸爸要着套哦，要不了锅。动了吗？不是你给我问的，难道钻到这个盘子下面去？我懂你了。等一下我进去哥。今天我们两个二哥都特别有信心，他都尽量给家人干个七八两出来。对，怕是要被挨打哦，我的女同哥。我这个洞不是很大，我这个洞也不大呀，我这个洞就可能二三两，差不多。两个二哥说啊，我们两个二哥说都有只有二三两的节奏，但是我们也出货就小碟了啊，家人们。咱们没出货之前，我也不敢给家人们说有多大啊，我们两个二哥看到没，齐头并进。阿兵跑光了，搁哪儿跑了吗？哥，这不是正在抓吗？这个深水里面抓，很难嘞，哥哥。穿了，真的穿了。我们二娃哥那边穿了啊，看我们真二哥这边哈。穿了。打把 PK， 正做的精彩打啥 PK 吗？哥。先捉鳝鱼啊！穿了。哼哼，对，水哥说的没毛病。要你不说多了嘛，哥，你给我上个热气球，我马上去打。愣死，不要天天坑我家大哥，好不好？我们打 PK 都是我们大哥都是豪情大哥，说老实话。抓多少？抓一条啊，上货一条，没开播多久，大哥们。我想在这开了10.25分钟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日你文，上货！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哈！来，哇！上货，第二条上货了，第二条，二点半的样子，这条可以啊，对，二点半的样子，热烈的温，二点半的又样子，666来一波，大哥们啊！二点半的样子，感谢我好活跃，你看到没有？在上牙。有一条四两的，一条二两半的，这就是半斤多了，两条鳝鱼。喜欢快的家人们，双击加关注哈，每天都像段子一样的精彩直播。来来来，